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C929 星球周深特别关注。今日内容提要：今年央视中秋晚会会再次惊艳吗？此视频是根据叨叨2022年9月3日发布在本平台的文章转换而成。马上就中秋了，意味着马上就又有周深的现场可以看了。据说今年央视中秋晚会周深演唱的是英文歌曲 ICS， 据透露是有伴舞且比较炫的舞台，这应该算是 ICS 的第一个 live， 特别期待。犹记得去年的央视中秋晚会，周深呈现繁星璀璨的天空第一次 live， 周深的演唱搭配央视极富故事感的舞美，简直就像是为这首歌定制的 MV， 太美了。而同时扔出的纸飞机，长大后在宇宙中的遨游，周深用他清澈透亮的歌声带我们踏上探索星辰大海的征途，怀揣着敬畏之心探索宇宙，真诚地致敬着繁星璀璨的天空下的航天英雄，赞美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勇敢与伟大。繁星璀璨的天空本就是一首致敬曲，致敬那些浴血点亮光明的先辈，整首歌气势恢宏。在周深干净透彻的歌声中，我们能看到在那硝烟弥漫的历史中，我们坚韧不屈的先辈们为了理想，为了心中的信仰，一路浴血奋战，点燃自己的生命，去引爆夜的光明，终换来今天的美好生活。这首歌用来致敬航天英雄竟然极其的适配。周深纯质悠扬又醇厚的歌声，细腻的情感表达，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情敬仰心，特别适合讲故事，更适合以歌咏史，更适合这种主旋律的大歌和演唱直抒胸臆，歌颂无私奉献和付出的歌曲。比如悬崖之上仰望繁星璀璨的天空，征途上有我，为了灯火里的中国能够照耀星河，我们将一直无所畏惧。周深用大柔和坚定的声音描述着航天人的感人故事与无私付出，他在开口瞬间就营造出恰如其分的意境，陪着央视精致的舞美，一幅幅画面感扑面而至，历史的长卷在娓娓动听的歌声里缓缓铺开，听众不由自由地就陷入其中，感受并共情着那份情感，油然而生敬畏之情，对历史、伟大先辈、伟大航天英雄的敬畏和对这个国家深沉的爱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去年的中秋，周深贡献了3个令人惊艳的舞台，每一个都堪称精致的 MV。不知道今年央视周深的舞台会是什么样子，不过央妈出品，品质肯定不会差。不知道今年央视周深的舞台会是什么样子，不过央妈出品，品质肯定不会差。不知道今年的秋晚，周深会出现在几个舞台上，其实有点矛盾，即希望他能出现在更多的舞台，让我们看到他的精彩演出，又怕他太累，影响到身体，纠结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